从小就这么大一个吗？大概是因为被强吻过吧。你说清楚，到底是谁被强吻了哈？我们都不用意识的。你要不要尝尝牛奶？嗯？慢一点，没人跟你抢。别算了，我要说请跟我妈一样。别。吃饭的时候让我进去，我经常听。你这是头一次听到一个人让我闭眼。闭上。冰过的勺子去煮，别到衣服里了。脚可以自己走，不许横穿马路。